我跟大家就简单分享一下，就是，为什么就是我40岁了还会有腹肌，是因为呢，我体脂还是比较低的，我比较瘦哈。你看看我这个胳膊就能看出来，这个还是比较瘦的。然后呢，因为体脂低，然后之前健过身呢，就是练出了这个马甲线。然后由于一直体脂没有就是特别高过，所以呢就还是有这个马甲线。所以，但是我这儿还是有肉哈，你看肉还是不少的，但是马甲线还在，就是现哎，如果说光线好一点，我这个阴影能出来的话，大家就能看到这儿有一条线。然后其实这儿也有，就是肌肉都是能看到的。大家就是这么个情况，但是，有一个事情就是大家要知道，就是我吃完饭之后肚子也会鼓出来。现在就是刚吃完午饭，其实也挺鼓的。啊，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做的这个无用的分享。反正只要瘦，马甲线肯定有。我是戴琳，悄悄。